근데 이분이 진짜 레알로 찐으로 난 지금도 20대 같아. 술들리게 생겼어. 너 좀 이따 페이지에 가서 아주 푹푹 我对这里没有第一次来，我有印象。然后那里有一个算命馆。啊，到了，就在前面了。对啊，对啊，那里不是有个算命馆吗？然后我等一下可以去那个 Life Friend， 哇，好好开。哦，哈，你知道他多天才吗？带我去卡扣 Life， 卡扣 Friend， 我说那不是 Life 啊，那是卡扣，一点都不一样，我不要，我不想要哦，我等一下。新疆到底是存钱，我才能够变大户？会不会又用 credit card 直接刚刚是去吃个梅兰芳，被扣几趴？五趴哟。梅兰芳。嘿呀。梅兰芳有说他有扣吗？等等，我想看。买那个什么？买啊、哦，买什么东西被扣钱？去乐天。啊，乐天啊，对。哎、欸，我说的算命馆到了，在这里。他就在我要住的地方了。耶，神毡。然后我们有情趣用品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个结果。哦，夜店哦。然后杰西说他这个是好几个月前就去 booking 了。For one night? Yes. Yeah. Thank you. Introduce our hostel. Yes. Huh? Your room number 502, 5th floor. Our reception open at 8 a.m. close midnight. Okay. If you need our help, please let us know before. Sure. After midnight, main entrance of the rock. Okay. Please bring your room key. Yeah. Main entrance on the right side. This one. Okay. Tap the your room key. Good. Push the button, push the door at the same time. Okay. Checkout time 11 a.m. Great. Across the non-smoking building. And after checkout, put in this box, your room key. Sur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这个有些媳妇，他有告诉你说明天吃饭几点，我记得就没有包早餐了。他连讲都没讲，没有弄。可是台上面现在没有。502。这间我应该有住过，该不会深入吧？只是 different 一人。啊，真的是深入。然后再逛一圈，真的是不专业开箱。来，请推。啊，然后厕所是长这样。哦，他还是迈阿密好，好不好？迈阿密的厕所我可很喜欢的，赞，优秀。那你就一直住在迈阿密。我可以。耶。而且我想要去欧巴的店打工。真的吗？嗯。对啊，然后可以当兼职设计师。321。但是我还要学会讲韩语。对。我只会讲韩语还是哟。恐怖哇！是恐怖哇吗？恐怖哦，恐怖哦，有恐怖有有。他昨天念恐怖，我就被骂。他说你要加一个油。有，还有那个。恐怖油应该是进的。老爷，老，明天见，老。雷爷，蛮难用。雷爷蛮难用。雷爷蛮难用。雷爷蛮难用。哎，还早。啊，我之前也有学一些那个苏语，哈，也是很辛苦。很难的哈。我们要。那蛮难。那蛮难哟，难也蛮难哟。
还有柴家。啊，柴家。柴家。对啊，我第一开始还讲柴家，还我一开始讲说什么？柴家，柴家。对，然后他说那是睡觉。嗯。对。晚安的是不是？是。哎呦。好呗，我要去当，我要当大户。啊，这里也没有 Backlink。哎呀，算了，没有什么可以写。可以啦，棒棒，棒棒，棒棒。